好，瞬间转移就嚟咗西门丁行一阵啦，跟住阵间再吃火锅，哇，好眼瞓啊！而家西门丁而家呢度变咗咁样喎。今日咧系星期，唔知星期二定星期三行日啦，都算多人喎呢度。哇，食盐酥鸡啊，热气嘢正。我想讲咧，你呢度咧咁多日咧系屙咗咁多日咯。Sorry， 阻住人哋，完全阻住人哋影相。好。哇，呢个系废水个套啊，好靓。哇，好靓啊！100台币一个，等我买一个先。喂，而家西门町嗰啲嘢都好靓。我都买咗好多。睇到几多人排队，系排幸福堂再加呢、這个唔知咩抽签喎，咁搞笑嘅。哇，好多人排队，一份50蚊，你睇几得意？好似呢度啲嘢正常啲咁样。西门町而家系咁样样嘅，哇，好耐冇嚟过啦，真系有嘢睇。呢啲系咩？跟住系咪睇完就未？好啦，跟住咧就系一扎要食嘅嘢啦。哇，唔得啦，我已经食滞咗啦，可以食一个卤肉饭。哇，好鲜啊！睇呢个小小一盒嘅卤肉饭，哇，好小盒啊，啱晒试食。好，我而家食。咦，唔系嗰啲酸菜嗰啲味嗰啲 cream， 真系好味喎，好似高金啲嗰个好多啊，真系好下边咧好多汁啦。跟住上面咧，嗰啲肉咧有少少肉啦，然后嗰啲肥膏咧唔系好薄嘅肥膏咯，但系有好多猪油嘅成分咁咯。哇，呢度几高质喎！但系咪仲有啲更好食啊？唔系好热辣辣，唔错，我食啊。嗯，这个、呢个咧系几好食，因为咧佢系冇嗰酸菜味啦，同埋咧佢啲肉咧系有啲实净啦。跟住咧，嗰啲肥膏咧浸咗落啲饭嗰度咯。咁佢喺呢边做咧，咩佢有啲好舒服，都唔合胃。嗯，好嘢！台湾废水狂饮啊！好想唱 K 喎，呢度有啊，系咁样一间间房可以入去唱喎。我想入去，但系好似有曱甴咁样喎，呢度惊啊！应该系冇啊，睇下有佢啲翼喺度 OK 啊！哇，走鬼喎！地瓜球嗱，我肯定呢一间地瓜球好食啲。台湾盐酥鸡，哇，咁多嘢食！哇，蟹仔喎！哇，好多！觉得西门町是必须要嚟，又有好多嘢食，有好多嘢睇啊！哇，亚洲面线仲有喺度喎，都仲系咁多人。呢条街咧又系好多嘢食，都系喺其中一条巷啦，西门町。这个呢马铃薯啦，芝士马铃薯啦，我好耐之前食过，哇，都好好食。跟住有时就会自己喺屋企整啦，梗系唔落芝士啦。跟住仲有咩咧？好多嘢食喎呢度。老天龙，以前最中意食佢啲鸭舌。
又嗌 Uber 啦。哇，个 Uber 系15秒钟就已经到咗，好犀利。要搭佢179台币啫，嘅车，廿几廿蚊，廿蚊唔细啦。好，到咗青花椒啦，咁阵间入去食嘢啊，嚟过咯，原来喺度。但系去二尾先，因为而家未够钟咧，咁就去二尾买啲嘢食，话俾大家听乜嘢好好食。咁啱青花椒隔篱就有间二尾，我最中意食二尾嘅蜂蜜蛋糕。哎呀，最头先唔买蜂蜜蛋糕啦。同埋佢嗰啲餅全部都好好食噶，好嘢！哇，好正啊，水珠油麻，有少少想移民嚟台灣添。我而家好唔中意就係要喺英國嗰度咯。坐好耐，所以台灣，如果台灣可以，不過台灣都是，唉，都是一樣，都是面對那些問題。哇，麻油麵先啦，正啦，想吃這個啊！哈哈，就是二味的蜂蜜蛋糕啊，超好吃。這個為什麼短的，還有呢它有一些 MG 蛋糕，即是那些邊不漂亮那些，那就便宜一點，75元，頭尾那些又是，如果自己吃是完全沒問題，這個真的很好吃，很喜歡吃、yeah、有禮盒的，這些經常買的。哇，有鳳梨月餅，有普通月餅，你當是好像香港的行香那樣，類似好食。哇，有屏东绿豆和红豆，这个是澳洲，想买晒佢，好正啊！买下买下买出咁多，咁而家又去食嘢啦，食到个肚仔饱啦。1:40，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11:40，哦，11:40，好，谢谢，好正啊，好，给几大张台我，而家就吃啦。在买菜锅里面的酸菜跟麻辣锅里面的鸭血豆腐都可以加的。佢而家咧就系介绍啦，帮你。鸭血豆腐跟大白菜啊，不能去加，只能加汤。口感是偏130，低消是300块。那他要不要先帮我选锅底，先帮你们开锅？好。好啦，咁佢好公式化介紹咗一輪之後咧，咁就其實真係冇乜胃口食，不過都可以，一定要嚟潮下聲嘅，咁就嗌呢啲啦，不如。咁咧佢就會喺咧側邊咧落啲嗰啲麻子落去，咁你個鍋好麻，呢啲咪大陸嗰啲一滴香啊，唔知。好啦，而家都相當之眼瞓，咁就嚟咗個蔬菜組合啦，跟住就。好勁辣嘅鍋，嗯，都好多香港人嚟。本身個鍋咧都有啲，應該係鴨血同埋豆腐。最終主食嗰啲係，好啦，咁咧而家就係錄緊呢個廣島豪啦，跟住咧就有雙拼豬。其實嗌好少嘢，因為其實我好飽。頭先喺度食下食下嗰啲街邊嘢都飽曬。我想講咧，係辣到黐線，超辣啊！都係要住食。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咁我就冇要嗰個牛肉湯啦，我就以為係冇牛噶啦，點知原來。呢、這個麻辣湯底都是牛骨定牛肉，我都好擔心牛味咯，係完全食唔到，咁就應該完啦。我今日唔使食。我想講呢個咧，廣島豪咧超好食，佢個豪味都蓋過咗啲牛肉味啊！嗯，好好味啊，超好啦，等我放棄曬唔食啦，跟住而家咧就好眼瞓，跟住咧就。
這個是明確驗過的，咁再食埋呢個甜品就 OK 啦。食咗1600幾，即係400多蚊左右。咦，幾抵喎！好似寫16:1:4，係。即係飲緊糖水咁樣。好眼瞓，極眼瞓，jet lag。